和我在一起吗？他不愿意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干嘛的？表白没看见呢？什么？是你的车吗？拿来。我不好意思了。你也好自为之啊。你干嘛呀？你看不见我呀？我看见你了，干嘛呀你？上我车干嘛呀？我就是想来告诉你，你做事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，这么冲动啊？真的很不计后果。我谢谢你呗，告诉我这些，我谢谢你给我讲大道理。我以前咱俩就是因为这分手的，你不清楚吗？我也谢谢你当初不辞而别，好吗？你要是喜欢那个人，你大可以跟他在一起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你要是喜欢奔驰，你可以自己去奋斗去买，你也可以找一个有奔驰的人，不要这么作践自己。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呗。不然呢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我当年陪你过那些苦日子，你都忘在脑后了呗？你别跟我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我不爱听。你现在给我下车，这是我车，不是你车，记住没？我也不是你司机，马上给我下车。行。你等会儿，这卡你拿着。当初你借给我那30万，我现在还给你，只多不少。你觉得我今天来就为这个呗？